明星变装有多卷，杨迪用事实来告诉我们网恋有风险。一如果戴上一顶不切合实际的假发，哇，真还行。第二步，搞上一副眼镜，哎呦我的天哪，变了个人儿。第三步，搞上一顶帽子。第四步，关键的一步，戴上一副口罩。好，开始拍照。而范丞丞直接被网友变身成贾玲，玲姐看了想打人。肖战本想耍个帅出场，没想到刘云熙带头的光剑变身非常绝。之后刘玄义的光剑变身更绝，还是两个版本的，简直太爱了。李承铉的光剑变装，我们要感谢七哥。而李易峰却来敷衍我们。不过他的飘雪变装算是拉回一城。要看飘雪变装还得是林毅。有没有摔到你们啊？